知道有一个郡这里有一个大象保护中心的吗？那个接近那个南江那边去了哦。向嘎拉走啊，在嘎要到南江那边，你们就停，就问人家他们就。到达嘎完了都，我们都等把玻璃哈啦，嘎家都。南江的那。哦，南江。啊，南江。OK， 知道了 ，confirm 了，已经三个人讲了，我们走。原来野象中心并不难找，它就藏在兰江的附近，距离甘蹦吉达曼尼只不过是10公里而已哦。它的全名呢，就是瓜拉干达 Elephant Conservation Center。到了布萨布曼嘎加加莫丹布里亚，布休里坦瓜拉干达曼城。Welcome to 瓜拉干达，古纳，听嘎加。Hello guys, from where are you guys from? England. England, you want to say hi to Malaysian TV? I am not. thank you. 看到这里很多潮汕他们在喊的，我老哎！哇，想不到我第一次到野象保护中心就碰见了大象失控的状况，其中一只大象哦还不听工作人员的指示，冲入小河，还不断推河边的树木发泄，不管工作人员怎么呼唤它，它都充耳不闻呢。怎么办呢？阿巴德巴鲁，他开始怕了，他刚刚开始慌了，他在想是什么来的？来，哇，我好凶哦，发脾气了，我老哎，喂，他们在喊的时候真是很。哇喽，就是很奇怪，就开始全部开始，一只发狂的时候，另外一只开始发狂，另外一只发狂就全部三只，总共有三只开始喊了。他把那个PVC 盖全部都是弄断了。他们终于拿到毛毛回来了。终于听话了，终于听了。哦，他叫了，他叫了，换另外一个方向哎，哎，他脚，哎，很乖哦，哎，另外一座，哎，有没有发觉到他们一点？你看他们打的地方哦，就是打脚的地方，你看到，那就是他们的命令，不需要这里，不需要这里，起来，起来，啊，对。啊，呜！马叔，啊，又不敢，又再把一只夹。OK。夹。安全第一。哇，面积好大哦！你看脚底下面。位于瓜拉干达的野象保护中心，这里已经有近20年的历史了。这里有来自各国的大象，其中包括了来自泰国、缅甸、印度和我国的大象。啊，所以，乖哦，乖哦。在这里你可以和大象近距离的接触，你看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，大家都能喂它吃东西咯，等一下我还能骑大象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就来你吧。 Hello， 咦，它石头还是滑滑的，就很像很多肥皂这样子的。耶！我们下一个目的超夸张的，超经典的，跟大象冲凉，我亲自下水，走。好可爱哟、哦，这个真的。好可爱哦，原来野象保护中心也有收养一些被母象遗弃的小象，以保护大象的生存机会。听这里的工作人员说，这里的大象都非常照顾小象，怪不得这里两只小象那么的顽皮。哦，原来他们这里有许多大靠山。他们真的好可爱哦，他们真的很想玩水的。不累，他踩到我的脚。
当大象野性大发，冲入小河推树时，我心里是害怕而不知所措的。但是当大家开始喂它们吃东西的时候啊，一起散步，一起在河里吸水，它们就像是容易沟通的小朋友一样。我才恍然大悟，之前的野性难驯，只是小象在生活里发的一场小脾气而已啦。